我操！致命节奏，这就是单杀了。可惜我不是一血哦。疯了呀！这样，刚出来就被打残了，好像能把他越了呀。就预判我提前关役，但是我就是不提前关，反正这把出破败很好。你干嘛？烧不死，阿木木有点肉，我太脆了，这么大一波线吃不到，好难受啊。我是被晕在塔下直接记，我靠，还好。这怎么段位的？钻石的，这真是钻石吗？啊，对呀、啊。Gotcha, bitch.怎么这么多人啊？直接瞬间被包围了。
我操，这一脚怎么踢死的？他不是开 E 了吗？我操，好奇怪的一脚，什么小孩的？你还真敢带出来啊！哎，我怎么动不了？就是在家待几天，我准备待一到两个月，因为家也实在太舒服了，我不想出门了。不知道为什么看这种直播觉得没有意思，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嘛。这个，如果我让你觉得没有意思了，那没办法了呀，那就目前感觉还好啊。你现在武器有什么水平？有没有大师水平啊，大伙？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